我想跟你道歉。不必，我没放在心上，要没什么事我就。我只是想见你一面，何故？我真的很想你，也很想我们过去的那些时光。风筝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保证不提你和宋俊涵的事了。我们能当朋友吗？你要是说到做到，我们就还是朋友。说到做到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朋友酒吧在附近，一起喝一杯。不了，今天太累了，而且都不认识。你还是这么怕接触陌生人？有我在你也怕吗？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真的累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改天再约你。我现在对他越是失望，分别那天也会越好过些吧。世上有那么多人喜欢宋俊涵，我却可以离他这么近，我应该知足。这个时候打过来，难道俊涵出事了？让一下，对不起，让一下。你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是何故，快进去吧。谢谢。外面都是你的粉丝，你现在不能出去啊，哥！粉丝算个屁呀、啊！我认识他们吗？啊？他们认识我吗？张凯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让他来的？啊？你哪来的胆子自作主张？韩哥，你消消气儿。菊涵，外面真的有很多你的粉丝，如果现在……谁让你来的？滚！菊涵，你平时不怎么喝酒的，别让酒精控制自己，好吗？我要回家，这里闷死了，让他们都给我让开。我一会儿就送你回家，现在我们先冷静好不好？你和小宋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？嗯，没有。今天不是小宋叫你来的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才半个月而已，我以为你会坚持的久一点呢。